想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。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？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？你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，命运如此安排，总叫人无奈。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。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当懂得珍惜以后回来，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。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？有多少人上天长海，是否还要有期去上天长海，是否